我们要继续全面、准确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坚持依法治港治澳，落实爱国者治港、爱国者治澳的原则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